我是铁骑监狱，我看也不过如此。<笑>二当家，我不放过你呢。什么狗屁二当家、三当家，看你们是一群废物，在这玩过家家。呀，哈哈，这种破地方想困住我们三个，简直痴人说梦。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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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当家，我自己来。救人，还想越狱？把这当成菜市场了吗？如果再不下死，当场毙命！二当家，你看风云。我这是出去喝杯咖啡的空。你们三个，我看你们是想早点见阎罗。 上级指定关押在此，还有什么事？我是玉小龙，和你有过婚约，我来是想告诉你，这场婚约我毁了。你没意见，他能有什么意见？齐家没有败落的时候，他还算条贵宾，现在呢，顶多是条野狗。 我是大夏最年轻的将星，而且马上要拜师楚道，他一个小狱警根本就配不上我。拜师楚道？对呀、啊，就是那个传说中以一人敌千军万马的永夜君王楚道，那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你呀、啊，八辈子的。有意思。为了补偿你，你跪下来求我，我可以帮你办三件事，毕竟让你咸鱼翻身，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这可是恐怖之王，最好看牢了，不然他一根手指头就能戳死你。两个神经病！什么？怎么又是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二位。 又见面，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像个狗皮膏药一样，跟着玉大人来到中海，你根本配不上玉大人，听不懂人话吗？他之所以跟着我们，是因为他没看到我们的差距，等他真正了解我们，就一定会自己的心。哭着，胸大无脑。你，玉小龙，你敢动我们老大大胡子，今天就让你陪葬！这可跟我没关系啊。 不要长久无辜。你这个没有用的废物，你玉小红不是很厉害？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手段。哼，几个小喽啰吧，我来解决。叫你不好好练功，看来女斋神的名号水得很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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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小鱼小虾就把你成窝囊废吓成这个样子，真是叫人丢人。算了，这种奇杀对我们而言无异于家常便饭，对他来说无异于惊涛骇浪。只是啊，以后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看见你真的让我横倒一口，恶心至极。 好你个金粉仙，还没跟我结婚呢，就玩上别的女人，你这个贱东西！舅妈，你怎么来了？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耽误你们这段狗男女伴事了，是吗？舅妈，你听我解释。那个，别让我再看见你，恶心！舅妈，不是你想的那样。破玉姐。 破狐就想娶我女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赶紧给我滚！这可是玉壁虎，一坨烂泥随便捏的破狐，也配叫玉壁虎？玉壁虎可是绝世珍品，你真以为鼻子里插两根大葱就可以装象了吗？这个是长白山千年灵芝，这个是出自法国著名设计师之手的天鹅之梦项链，这些都是我给乔家的聘礼，总价值超过2000万。 不知阿姨是否满意啊？满意，非常满意。只有张氏地产的公子啊，才能配得上我们家秋梦。不止如此，我知道乔家一直想要跻身中海上流社会，但是苦于无门。如果有了这块敲门砖，事情就大不一样。这是偶像，法国女战神于小龙的拜师请帖。不就是一张请帖吗？有什么大惊小怪？你个废物，懂个屁！拜师宴上来的都是中海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哪怕只打上一个，都能让我们乔家再大下横着走。没错，乔叔，只要您同意将秋梦嫁给我，这块敲开中海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就是乔家的。相比于这块敲门砖来说，这块破竹还是早点睡了它。你竟然敢肆意大人的请帖，你要知道，就算我张家也只有2张而已。齐道贤，你是不是疯了？道贤。 你为何如此冲动？你可知道这是玉大人拜师宴的请帖啊！一张破琴，有什么大惊？<笑>一把假的破壶也配跟玉大人拜师宴的请帖相比，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他如果是真的，我倒立吃屎！哈哈哈哈哈！哟，今天你们家可真热闹。白叔，您来正好，你也是这大夏的老艺术家了，古董字画都有研究。 不知您可知道玉壁壶？玉壁壶，那可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珍品，就算把它烧成灰，我也认得出啊。这对破烂可是玉壁壶吗？哈哈，玉壁壶怎么可能在这里？那不就是一堆……玉壁壶国宝级的珍品，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可是一手剑难以挽回的损失啊！关叔，您不是开玩笑吧？小子。 我有必要跟你开玩笑吗？这个玉壁壶我实在一次拍卖会上见过一次，后来被一个神秘的人以1000亿的价格拍掉了。现在成了一堆碎片。还是关叔有眼光啊！老乔啊，我得冷静冷静，我得冷静冷静。就算是真的，也一定是你偷的。对，一定是你偷的。一个小小的玉器，怎么可能买得起玉壁壶？我看你还是赶紧去自首吧。我好像记得有人说过，这玉壁壶要是真的，还要倒立吃屎。 堂堂张家公子，说话算数。那个，我想起来，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哼，你一个小偷，有什么资格嘲笑张公子？林贤啊，真的不应该跟张公子置气。玉壁壶没了，明天玉大人拜师宴也去不了了，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谁说去不了？恰巧，楚道给了我一张请帖。 姐姐，你能不能别说大话？你以为你还是从前的那个齐家大少爷？如今你连玉小龙的面都见不到吧？有什么资格说楚无道会送你请帖？你要是认识楚无道的话，犯得着在一个烂监狱里边当个狱警吗？够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姐啊，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天色不早了，你就住在这儿吧。要不然，今晚先跟秋梦提一句。什么？啊 老公，你看我这样好看吗？我们还没扯证呢，
这不合适吧？赶紧的吧，别废话了，赶紧开始吧。废物东西，扭的跟条蛆一样，还不赶紧给我起来！害我去不了玉大人的半世宴。 你这个废物还有脸在这里睡懒觉？走吧，你不是想参加拜师大典吗？你还真打算拿着这张假请帖去玉大人拜师宴啊？你就不怕死吗？那如果是真的呢？欢迎各位来参加玉某的拜师礼。玉大人，您这说的哪里话呀？ 能参加玉大人的拜师礼，也是我们黑龙商会的荣幸。能一睹玉大人的绝世风采，是我等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请各位稍作等待，楚无道大人马上就来。齐等闲，你好大的胆子，居然真被你一个小小的狱警给偷偷的混进来！什么？敢混进玉大人的拜师宴，胆子这么大？玉大人，我是乔家的乔秋梦，你是我的粉丝哦，不，我是您的粉丝。齐等闲。 你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你还会吃软饭。跟你有半毛钱？大胆，竟敢这么和玉大人说话，你给我跪下道歉！再不道歉，我们分分钟要你的狗命！得罪了玉大人，我们整个黑龙商会让你在中海没有立足之地。真不知道，一个臭屁女人的臭脚，有什么好舔？凭我是大夏冉冉升起的将星。 还有永夜君王为师，你只是一个吃软饭的丧家犬。白痴！找死！强者是不会在乎弱者怎么说。既然你不想向他们一样恭维，那请你出去。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竟然如此嚣张！齐等闲，你到底在横什么？现在把乔家也拉下水，乔叔叔对你那么好，你对得起乔叔吗？对呀、啊，一个小狱警而已，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资格？好，那我就告诉你。 我有什么资格？这就是资格？他是傻了吧？他傻了吗？他以为玉大人要拜他为师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跟你扯上了关系。齐等闲，不要把我的容忍当做对你的放纵，拿下他！七星战神，永夜君王道。 君王大人到！拜见君王大人！拜见君王大人！君王大人！拜见师。齐等闲，见到君王大人，你为何不跪？我为何要跪？放肆！君王大人亲临，凡见者应直下属。我敢跪，他敢应吗？ 不知师父驾临中海，徒儿楚道有失远迎，徒儿不必多礼。师父这次上门提亲，理当备上厚礼。这是玉碧湖价值千亿的绝世珍品，师父您初来中海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这是中海最豪华的私人别墅，也一并送给师父。有心了，师父，不久前我收到了华夏匠星玉小龙的拜师帖。这个女人太乖张了，自我徒孙还不配。 可是他已经告知了整个中海，于三日后进行拜师宴。他如此大张旗鼓，您若是不答应，他将会成为整个华国的笑柄。好，那我就给他一次机会。如果他自己不中用，怪了。对了，我的身份不宜太早暴露。谨遵师命。师父，这个人破坏了我为您准备的拜师宴，我这就赶他走。不必了。 对于今天的拜师宴，想发生的事儿，我很是不满。希望你日后自为之。师父，师父，一定是这臭小子惹怒了君王大人，才不愿意收玉大人为徒，破坏了玉大人的拜师宴。齐等闲，你万死难辞其咎，还不赶紧自裁谢罪？玉大人，对不起，我不该带他来这儿。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齐等闲。 你想尽办法进入我的拜师宴，我好心放你一马，你却不知道感恩，还故意惹是生非，你为什么这么做？玉不琢，不成器。你闭嘴，玉大人，您大人有大量，饶他一命吧。算了。
区区一个小玉姐，我不跟他计较。齐等闲，三次机会你已经用了一次，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大人，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给他三次机会，是我对他的承诺。眼下当务之急是去云顶天宫求得君王大人的原谅。云顶天宫，于小龙，我想我们很快又会见面。 君王大人，这次拜师宴被破坏，都是小龙的错，放了一个无名小卒进来，请君王大人再给小龙一次机会。齐等闲，你怎么在这儿？我就住在这儿，我凭什么不在这儿？齐等闲，你破坏我的拜师宴也就罢了，现在尾随我到君王大人的住所，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多看你几眼？你就是个跳梁小丑！神经病！滚！别脏了君王大人的住所。 你，好，玉小龙，你敢动我们老大，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们是破坏之王麾下的四大金刚，糟了，这四大金刚武艺高强，他们一起出手，我没有丝毫胜算。好。 你什么人？你们这是死活！哎！ 齐等闲，你这个小人竟然想趁人之危！发生了什么？你被那四个人打伤了。齐等闲这个贱男人竟然想趁机占你的便宜。谢君王大人的救命之恩，若不是您出手相助，小龙今天定命丧于此。出手帮你的可不是主。 不是君主大人，难不成是你啊？你这种窝囊废男人，怕不是刚才又躲在哪个角落里了，把裤子都尿湿了吧？齐等闲，你冒充君王大人的功劳来讨我欢心，你无耻至极！老子，你，九妹有危险！早就听闻乔家美女总裁才貌双全，气度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如此。于总，我今天来是来要回你们黑龙商会没结的那2000万货款的。这样啊，你把这瓶酒干了，2000万的事儿，好说。于总，我是张氏地产张少杰。 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赶紧把乔家那个货款结了吧。闭嘴！要什么面子？你他妈算老几？我喝只是那2000万货款，希望于总您说话算话。嗯，好，酒已经喝了，人呢？我也要带走。你们回去跟乔家人说一声。 明天上午我会把2000万打到他们账户上。张哥，你就这样眼睁睁看他把秋梦带走吗？秋梦的清白可就毁了呀！滚开！你也配动我的女人？哼，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吃软饭的小瘪三。别说我动你的女人，我就算打你。 你也不敢动手，你他妈敢打我！打你怎么？赶紧把钱转来，不然就不是打你这么简单了。齐等闲，你是疯了吗？你都打了黑龙商会的人了，你还想让那2000万的欠款？齐等闲，这次你是真的死定了。于总的背后。
可是叱咤中海的赵黑龙。赵黑龙？怎么怕了吧？现在就算你在我面前跪三天三夜哭着求我，我也不会放过你。你带着秋末先走，这里交给我。还愣着干嘛？再不走走不了了。灌酒是吧？喝个够。明早你让赵丽秋把钱准备好，亲自去取。他妈的狗东西，打了我还想要钱，我怎么弄死你？齐等贤，你这个废物东西，梦梦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你居然躲起来当缩头乌龟。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居然有脸问。梦梦去黑龙商会要钱，差点被人污了清白，幸亏张少。阿姨，你就不要为难齐兄弟了，他毕竟只是一个小狱警，就算他去了又能有什么用呢？秋梦明明是我从于开河手里救出来的。小白脸呢，总是想要迫切地证明自己不是吃软饭的，既然齐兄弟开口了，那就当是你救的好了。你个缩头乌龟，还搁这给我跳，简直无耻。张少的功劳也是你能讲的吗？黑龙商会你八辈子都得罪不起。谢谢你了张少，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恐怕会很惨。不是我，是齐兄弟把你救回来的。张少，您高风亮节，愿意帮那个扶不上墙的烂泥说话。秋梦，我来看你了，你好点了吗？云婉，你来的正好，当时你也在场，你说到底是谁救的梦梦呢？当然是张少了。要不是张少奋不顾身把于开河打得哭爹喊娘的，秋梦你可就危险了呀。好了，齐兄弟需要一些功劳，在齐家好照完脚跟，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着于开河的面大气都不会忍一下，现在好意思了？齐等贤，你真是够了，自己没本事就算了，还嫉妒别人。哎，这也不能怪他，毕竟只是个小狱警，心眼小很正常。哎，好了张少，你不是一直都喜欢秋梦吗？等你乔叔叔回来，我立马叫这个小狱警和秋梦解除婚约。什么？珠海银行否决了我们的贷款申请，还把我爸给扣了？怎么会这样？是不是之前的事情啊？看来珠海银行和黑龙商会关系匪浅呢。张少，人是你打的，你又和赵黑龙认识，要不你去求求情吧。妈的，老子认识个屁的赵黑龙，那种大佬也是我能认识的吗？庞阿姨，是这样，齐等贤，人是你打的，这件事你必须负责。不是张少仗义出手大杀四方吗？现在由我来负责了。齐等贤，你还是不是男人了？自己惹的祸还让别人来扛。秋梦，这件事情交给我，赵泥鳅放心，更何况他的一个手下。齐等贤，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空吹牛？爸我自己会救，你就好好在家躲着吧。想让我放了你爸可以。换了。于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只要把这衣服换上，把大爷伺候好了，我就放了你爹。否则不仅你爹会死，你们乔家也会破产的。于总，这不合适，我已经有未婚夫了。我就喜欢玩别人的马子，玩的就是个刺激啊！你的嘴长得挺好看的，我喜欢。一会儿记着，重要的是让这个来伺候我。于总，我们有什么事可以好好说，但这事不行。有什么不可以的？你爽我也爽的事情啊，还能给打我的小瘪三儿戴个绿帽子，想想都觉得解气呀、啊！打在我身，痛在你心肝。来人，把那老家伙给我带过来。是。爸，你爸我妈怎么了？爸，是让我爽吗？还是让你爹死呢？你自己选一条路。带下去。爸，爸，那。快点脱，要我帮你吗？
你他妈敢打我！你今天死定了！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们！你快跑，有多远跑多远！今天你真的闯下大祸了！我倒要看看这祸多大！那你们等着，你们现在跪地求饶，我可以考虑不惊动赵会长。这么明目张胆打黑龙商会的脸，上一个敢这样做的人，坟头草都已经三尺高了。你快走，回到你那个小地方去，一辈子也别回来。放心，让着他。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狱警，得罪得起赵黑龙那样的人吗？会长，有人在打我。这个事儿咱就这么说定了。好。嗯，喂，赵会长，我在咱们会所被人打了。怎么着？敢在我黑龙会闹事儿？你这么的，我这就过去，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嚣张。赵会长，你先别着急，我先过去一趟。我正与赵会长商谈工作，就听说有人在黑龙商会闹事，就来看看。原来是你，玉大人，你怎么来了？本事不大，脾气倒不小，没想到你居然连中海大拿赵黑龙都敢惹。你还有两次机会，求我，我帮你说情。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好，那我倒要看看，没有玉大人，你死的会有多惨。谁啊？啊，会长。是，是他，他刚才打我的。是这个杀心。会长，上次乔氏集团用次品讹了我2000万呢，被我无情拒绝了。这次这个贱女人竟找了个小白脸来打我。不是这样的，赵会长，是他利用手里的职权来弄一些恶心的潜规则。这个杂碎连二当家的女人主意都敢打，这是要害死老子。完了完了，赵会长发怒了，乔家这次完了。季等闲，本来好好的事情被你弄成这个样子了。赵会长，赵会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赵会长大人，这人不是狂妄的很吗？给他吃点苦头也不吃。你们两个赶紧跪地求饶，请求赵会长饶你们一命。我去你妈的。会长，仗着自己有点权就他妈刁难别人，败坏我黑龙会的名声，我怎么养你这个废物啊？我他妈今天我就废了你。把欠乔家的2000万给你结了，再追加2000万，就当是给乔家的补偿。这还是凶名赫赫的赵黑龙吗？赵黑龙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赵黑龙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自从赵黑龙看见了齐等行之后，态度就大为转变。难道我们都看走眼了？秋梦，你这次可真是替咱们乔家狠狠地争了一口气呀、啊！那又有什么用呢？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白瞎了这么好一大闺女。齐等贤，赵黑龙做事情一向霸道不讲理。哎，你说他今天怎么突然转了性子了呢？难道先前被这个女人看出了什么？你问我，我问谁？这还用说，肯定是张少帮了忙。张少家大业大，这次肯定出力了，就是赵黑龙也得驳他三分情面。哎呀，那是自然，要不是我提前跟赵会长打了招呼，不光是乔叔，就连秋梦都会有危险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你他妈什么意思啊？还有脸在这笑？废物东西，帮不上秋梦不说，还差点把秋梦给害死。老乔，你还把这个废物留在家里干什么？赶快让他和秋梦解除婚约。妈，虽然齐等闲他没什么本事，
但他去黑龙商会也是鼓足了勇气尽力了的，我们还是再给他一点时间吧。就他一条臭水沟里出的虫，就是给他一万年也成不了龙。还是秋梦说的对，小七虽然没什么本事，做起事情很容易冲动，但是最起码他也是会为乔家出头啊。这件事情不许任何人再提了。这次张少帮了咱家大忙，好歹也得请他吃顿饭。秋梦，要不你招待一下张少。小琪还不赶紧跟上。赵黑龙，有话直说，有屁快放，老子忙得很。二当家，你现在有空吗？有个小忙需要你帮一下。齐等贤，你和赵会长关系果然不一般啊。师兄，这碗药是我用百年何首乌精心调制，您直接喝了就好。有劳孙先生了。如果你还想多活几天，这汤药最好不要喝。哪里来的后生仔，竟敢擅闯市首房间，还敢阻止老夫用药。赵会长，你的人。黄师长，我这。这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活不过这个。你敢诅咒黄世守活不过五天，在老夫面前你化言取宠，你也配？来人，把这个屋里的家伙给我赶出去。哎，别，黄世守，您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啊。好了，时间到。好了，时间到了。哎呀，小先生，刚才是我顶撞了您，说些不该说的话。既然您能看出黄世守的病治所在，你也能有办法治好他，还请小先生出手相救啊。你刚才的气势呢？哎呀，二当家的，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看兄弟我，哎，兄弟我手上还有不少项目，还得应着黄世守呢。哎，黄老板。好，看在你赵泥鳅的面子上，我就帮他。好小子，真是想弄死黄世守不成？黄世守可是你大吐血，跟我没关系。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住手！住手！啊！这位大师是来救我的，不是害我。大师，请受我一拜。哎，我这条老命是你救的，以后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大师尽管开口。你不是病了，是中毒啊？当然，一般人或者医术不精的是看不出来。大师的手法果然非同一般，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请大师给我个机会，能收我为徒，日后我会追随大师好好的学习医术。一个连中毒了还是病了都看不出来的庸医，有资格拜我为师吗？那个孙神医最近可能因为张氏地产贷款的事情操劳过度，所以一时误诊。是是是是，张氏地产出现了大问题，嗯，资金亏空太大，他正想在中海银行贷款20亿，我肯定不会同意的。张氏地产这次对外增资扩股，明显是打算捞一笔跑路。小贤，你抓紧时间回来，有大喜事儿。齐Sir，我没有看错吧？刚刚那位是黄世守。为什么黄世守亲自送你呢？你看错了。齐等贤，你究竟还隐藏了些什么？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乔叔，我可是梦梦的男闺蜜啊。这次我们张氏地产增资控股一事，我肯定把最优先的名额给到乔家。太谢谢了，张少爷。哎呀，以我和梦梦的关系，我们这不就是一家人吗？啊，张少，我决定了。我要出资500万来认购股份。梦梦，这点钱顶什么用啊？这可是张少给我们送钱上门的好机会。依我看，这个时候所有的流动资金都可以拿出来。张氏集团内部亏空，随时可能破产。
齐等贤，你自己是个窝囊废就算了，还想耽误我们乔家飞黄腾达吗？齐等贤，我知道你跟张少有些过节，但这不仅是乔家的机会，也是你的机会。你要是也愿意出点钱，你跟我之间的差距也就没有那么大了。等贤，我知道你没钱，要不叔叔帮你出个300万？乔叔，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今天黄世守找我办事，说张氏集团要破产。放屁！黄世守求你办事，你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一个从香旮旯的烂监狱走出来的狱警，你配吗？刚刚那位果然是黄世守。这么说，张氏地产可能真的快不行了。我说的都是真的。齐等贤，我对你太失望了。我本来以为你为了缩小跟我之间的差距，放下心里的成见，没想到你为了自己的面子在这里胡言乱语，胡说八道。你就是见不得我们乔家发财，告诉你，今天谁也阻止不了我们跟张氏集团合作。你这个废物东西，赶紧给我滚出去。好，你们迟早会为今天的举动后悔的。嗨，齐 Sir， 钟海刚开了一家不错的酒吧，走，我请你去喝酒，好好谢谢你。你有什么好想法的？去。如果不是你提醒，我还打算认购那1000万的股份呢。这样算来，是不是你帮我挽回了1000万的损失？你说我该不该请你喝酒？嗯。你就这么相信我？向氏集团受到虎门集团的打压，像东晴这种性格不折不弯，不会妥协，现在正是吞并他的好时机。虎门集团背靠龙门这个组织，向氏集团应该不是对手，不过有棘手的地方可以告诉我。向氏集团，那不是老向妹妹的公司？老向在监狱一直表现不错，现在他们有麻烦，我肯定要出手帮忙。你拍哪儿呢？你看什么呢？小心我跟秋梦告状。嗯，看来玉小龙也想要对付向氏集团，正好就在这一场交锋当中狠狠挫挫他的锐气。我没看错的话，刚才里边那位可是华国战神玉小龙，他以前帮过你。哎，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他？我喜欢他？他只不过是一个没脑子的蠢货吧。那我知道了，你是喜欢那个美艳少妇。他那个地方那么大，你刚刚看人家的眼神都恨不得把人家吃掉。你脑子成天想了些什么呀？那我当然是在想你了。不过你真的打算在乔秋萌这一棵树上吊死？一切看缘分，缘分尽了自然就散了。那你觉得我怎么样？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你对得起秋梦？乔秋梦乔家根本就不了解你，所以他们也看不起你。可是我不同，你有多大能力我心里可是清楚着呢。小子，这妞我看上了，钱你拿去。拿着你的臭钱滚出去。先生啊，小子我劝你别不识好歹，这个妞我要定。出来卖的臭婊子竟敢打我。你才出来卖的呢，你全家都是出来卖的。你他妈的不知道我是谁？我是虎门集团的少当家。仗着自己有背景就可以随便耍流氓？小逼崽子竟然敢打我，告诉你，老子看上你的女人是你的荣幸。这下完蛋了，你竟然打了虎门集团的少东家王豹，我们完蛋了。人不是你先打？我哪里知道他是虎门集团的少东家呀。这样吧，我们低个头道个歉吧。想让我放过你们？好，他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爬出这家酒吧，而你今天晚上让我玩个爽。
豹哥，我爸是木子集团的董事长李正道，你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今天这件事就算了吧。你们木子集团那点资产，我分分钟能碾死你们。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按我的条件去做吧，不然你们今天走不出这家酒吧。王上，什么事闹得这么不开心呢？七姐，我知道在您的地盘不准闹事儿，但现在这个小逼崽和他的女朋友一起故意打我。还有人敢打虎门少东家，是想死啊还是不想活了？这样的流氓我见一个打一个。你们之间的恩怨我管不着，但是你在我们地盘动手就得付出代价。王总，你有处理方案吗？钻过去爬出酒吧我放过你们。那就按照王总说的做吧，其他的我可以既往不咎。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怎么，你有意见？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让我怎样我就得怎样。小兔崽子，你他妈找死是不是？徐姐是京都徐家的长房千金，徐家的含金量你懂不懂？京都排行前十的徐家，这下我们十条命都不够送的。齐等邪，我真的是被你这张口无遮拦的嘴给害死了。人是我打的，但惹事儿是这个傻缺，你非要出来拉偏架，别怪我不给你面子。好啊小子，我倒要看看你还要怎么逞能。徐大小姐，王豹的条件我们都答应，这件事也是我们的错，求求你能不和我们计较，放我们一马好不好？晚了，这小子给脸不要脸就怪不得我了。来人，拖出去喂狗。等一下，等一下，傲雪，今天的事情我都看到了，给我一个面子，这件事情就算了。算了，他就是齐家那个被小姐解除婚约的废物，小姐毁约在先，心中对他有所愧疚，所以求你饶他一命。带着你的人滚蛋，小龙的面子我得给。王豹，今天这事就算了。徐姐，他们两个如此不给你面子，这件事就算了？怎么，傲雪给我面子你不想给是吗？哪敢，既然玉大人发话了，小子今天算你走运，下回别落我手里。小龙，你可真善良，像这种没什么本事嘴巴又很臭的男人就应该有多远死多远。你知不知道玉小龙救了你一命？又来了又来了。齐等贤，你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这废物德行，要不是玉大人出手相救，你早已经死了千百遍。我懒得和你这种废物计较。小龙，如果他下次再敢惹我，谁的面子我也不会给。你别以为我答应帮你三次你就目中无人。不说徐家，徐傲雪的未婚夫是龙门客卿，他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区区一个龙门客卿算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是真天真啊还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所以你现在只剩下一次机会，这或许是你用来解救自己这条贱命的唯一机会，你好自为之。我看你有幸跟我有个婚约，奉劝一句，别惹项氏集团，小心亏得底朝天。这些话如果是从福布斯榜上那些富豪嘴里说出来，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你算了。啊，你和女战神玉小龙竟然有过婚约？不提了，都很久之前的事了。走，喝酒。齐Sir，我不想回家了，你带我走好不好？哎，这是哪儿啊？齐等贤，你都住上别墅了？云顶天宫。开什么国际玩笑呀，大闹于小龙的拜师宴也就算了，还把我带到了永夜君王的府邸，我真的被你害死了。你干嘛？这是我徒弟送给我的。什么？送你的？你知道这栋别墅可是价值20亿，就算是把我李家和乔家捆一块卖了都买不起这栋别墅。君王大人，求您再给小龙一次机会吧，小龙一定恪守师徒礼仪，不会再有冒犯行为。这个女人真执着，待了一宿还不走，真是锲而不舍啊。哎，你没有开玩笑呀，真的是永夜君王的住处，你不是说这里是你徒弟送给你的吗？那岂不是……你猜。君王大人，
这是送给您的礼物，一块千年玉髓吊坠。在我心里，你已经是我的师父了。难道刚刚是我眼花了？别说你的人，怎么有点像齐等仙？哎，你干什么呢？谁让你往里闯的？我来找你们向总，是他哥哥让我来。哎，停停，谁不知道向总的哥哥在大牢里蹲着呢？你还在这攀关系？赶紧给我滚出去！给我滚蛋！你们老板现在有生命危险，你确定要拦着我吗？我才是向氏集团的安全部部长，向总的安全我来负责。哎呀，哎呦！只要我签了这份协议，你就会让我见我哥。没错，而且新世纪那块地皮。你是争不过我们虎门集团的，毕竟我们后面站的可是龙门。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确保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千真万确。别签字，他压根不知道你哥在哪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逼崽子，没想到你是向东晴的人。是你自己滚，还是我打的你滚？你向东晴，我说的话你最好考虑一下，要是我哥来了可不是动嘴皮子的事。你给我等着。我是你哥派来帮你的，或许我们可以谈谈。我哥的随身玉佩，你真的是我哥的人？我不是他的人，更确切的说他是我监狱里的人，他是我管的。求我来帮你，我不需要人照顾你。坐拥价值百亿的大集团，我有什么资格需要照顾？只不过你守不守得住，那就另说。我知道，现在被虎门集团和帝都徐家联合打压，加上玉小龙也对你们公司的大蛋糕有着很大的兴趣。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三方势力一起对付你们向氏集团，恐怕只凭你。是保不住的。难道你能帮我？你不过就是个狱警，无权无势的，你拿什么帮我？这你就不用管，我自有办法。不用质疑，你哥求我的时候。行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娘们儿唧唧的。我就这一个妹妹，二当家一定要把她照顾好。我哥可是商业的天纵奇才，从来不曾向谁低过头，你能让他跪地求助，必然不是简单的事。保下向氏集团的第一步，给我个职位，好我日后帮助你。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向氏集团的安全部部长。我不同意。向总，我才是安全部部长，你凭什么撤我职啊？就凭我功夫比你高，接我一招。躺地上半个小时，刚才是你不讲武德，你偷袭我。够了，你刚才把王豹放进来就够降你的职了。切，秋萌，咱们不是已经和黑龙商会达成和解了吗？为什么中海银行还是不放宽？没有这笔资金公司就无法运行了。解决倒是能解决，只不过中海银行那个张经理条件实在是。晚上到万豪酒店203，关上灯，慢慢谈。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中海银行的孙行长孙清玄，他应该能办这件事情。口气真不小，昨天说自己认识黄世寿，今天又认识孙行长，每天正事不干就知道瞎吹牛。邓贤啊，我知道你一片好心，但是我们乔家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怎么能帮上忙呢？这件事对于齐兄弟来说可能是有些困难，不过对于我来讲不过是小菜一碟。毕竟之前中海银行的孙行长可是求爷告奶奶也要借给我张氏集团20亿呢。我看你是求爷爷告奶奶让人家给你办贷款，人家没给你办吧？我是一心一意的为了乔家，可是这个齐等贤几次三番的羞辱我，我可真是寒心呢。齐等贤，张少为我们乔家不留余力，你就不能放下你心里的成见，用感恩之心去面对张少吗？齐等贤，你再多说一句就给我滚出去。韩姨，乔梦，
乔叔，你们放心，不管这个齐等贤对我再有成见，我是不会和他计较，我们一定帮强家帮到底。真的太谢谢你了，张少。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好孩子？反正老子再过两天就要出国了，临走前再坑一波也无妨。我来找你们张经理谈谈乔家贷款的事情。张经理根本就不在办公室，谈什么谈？张经理不是已经给出条件了，让乔兄们把衣服脱好了，开好房间，等张经理去谈。做不到的话，就赶紧给我滚！你他妈的，敢在中海银行打人？我可是张经理的助理，你动了我，这笔贷款你们想都别想！区区一个助理，装什么大蒜？就算张经理来了，照样给他打成猪头。谁说要打烂我的头啊？什么东西敢在我们中海银行闹事？我们张经理来了，有种的话你当着他的面动我一下试试看。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在我面前这么嚣张的人，今天你不给我个由头，我就让乔氏集团彻底消失。由头没有，但机会有。如果你把衣服脱了围着大楼跑三圈，再把乔家贷款给贷了，我就当此事没有发生过。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好大的口气啊。那如果我说不呢？那我只能找孙行长来解决此事了。你要是能叫来孙行长也行，但是你要叫回来，我就让你看看在我面前装逼会付出什么代价。黄世少，我在中海银行办事，你把孙行长的电话发给我一下，我找他有事情。小事一桩，你在哪里啊？我直接打电话给他，让他过来。你连孙行长的号码都没有，还在这装模作样打给黄世手，怎么，你是想用黄世手的名声来吓唬我，想我是吓大的？小子，十分钟内孙行长要是来了，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但是他要是没来，我今天就让乔氏集团破产，而你就会像条被剁掉四肢的狗一样爬出这个办公室。我是真不知道你是对我没有信心呢，还是对自己太有信心了。嗯，十分钟到了，那现在呢，是你自己跪下来求饶，还是让他们打到你求饶？要我都不了。那就给我打，打死了算我的。我看谁敢，我看谁敢。老大，你怎么来了？说吧，怎么回事？哦，乔氏集团派了个小瘪三过来闹事儿，不过您放心，我现在就把他给收拾了，让他知道得罪我们中海银行的下场。孙行长，你手下素质可以啊。我未婚妻过来跟他谈业务，他让我未婚妻跟他陪睡。你马子陪我睡一觉又怎么了？那是老子我看得起你，看得起你们这小瘪三的公司，你就得给我忍着受着。哎呀哎呀，孙总，您教育手下的本事看来不太够。你这个小瘪三，你怎么说话的？你打我也就算了，你竟然对孙行长用这样的口气。张子龙，你把嘴给我闭上。这位先生可是黄世守的救命恩人。老大，你说什么？齐大师，您教训的是我没有管好我的手下，才出现这种口无遮拦的废物。乔秋梦什么时候找了一个背景这么可怕的老公？齐大师，我错了，是我有眼无珠啊，我不识泰山，我这就给您赔罪。那我就抽到您满意为止。齐大师，您看看这下您解气了吧？我刚才跟他说了解决方案，他不同意，所以我才找了你过来。我老大，齐大师让我脱了衣服绕着银行裸奔呢，您看我们换一个办法行不行？我毕竟是个大男人，这也太丢人了，要是真这么做了，我以后还怎么混下去啊？按齐大师说的做，否则现在开始以后就不用再来上班了。齐大师，
真的是不好意思，是我手下没有管理好，才出现这种败类。孙行长的解决方案我很满意，气也消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我这就让人，不，我亲自安排乔氏集团的贷款。季丹贤，张少已经帮我把中海银行的货款要回来了，我知道你拉不下来眼道歉，这样已经张少一杯酒，以前的事咱们就算过去了。什么时候中海银行的贷款那么好拿下了？哎呀，梦梦，举手之劳罢了，区区几千万对于我们张氏房产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中海银行的贷款是我亲自找孙行长办的。事到如今你还在吹牛，对你来说承认别人优秀就这么难吗？实不相瞒，张少不仅帮我拿回了贷款，还让那个张经理绕着银行裸奔，而你呢，作为我的未婚夫，你又在干什么？秋梦，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都是几等闲做的呢？他不过就是个从香旮旯里出来的小狱警而已，怎么可能帮我办这些事？那你要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了。几等闲，就像梦梦说的，你敬我一杯酒我就原谅你了。给你敬酒你也配？齐等些，你真是够了。少姐，咱们走。秋末还得是你呀，为我和齐子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走，去会会他。要不还是算了吧，玉小龙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打我的女人就不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小子敢对我的女人不敬。看在玉将军的面上，我今天就不取你性命。但是你得自罚三杯，然后再跪在我女人的面前道歉，对先前的不敬忏悔。介绍一下，我先生姓叶明峰，是龙门的特聘客卿。我劝你还是按照我先生说的做，虽然你的小命不值几个钱，但是弄脏了这儿的地板就不好了。这人是龙门客卿，这样的大神怎么会来中海？今天出门啊，怎么就没看黄历？这下倒了血霉了。齐子儿，事情闹这么大，你还能不能顶得住啊？齐子儿，事情闹这么大，你还能不能顶得住、啊、顶不住啊，硬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开这种玩笑？我先生已经给你台阶下了，你竟然不知道感恩，还出言不逊。那个叶先生，这是我朋友，他脑子不太好使，你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心怎么那么大呀，怎么还在吃啊？吃饱了才有力气教训。本事不大，逼装的倒不小，让你道歉是爷给你的一条活路。什么小狗小猫，还要我道歉？好大的胆子，对我出钱不逊也就算了，竟然还敢挑衅我先生。实话告诉你，玉小龙在我先生这儿都不好使。这家伙怎么又反悔了？玉小龙不在，这下谁来保他？一个垃圾徐家和一个龙门客卿就可以高高在上了？不好意思，我最讨就是你这种装逼的人，找死。要是今天我让你从这活着出去，我就原地自残。齐等贤，我今天真的会被你害死了。小叶子，我说的对吗？二当家，叶枫，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小叶子可以啊，才出监狱两年，就让自己的女人来侮辱我了。二当家，您开什么玩笑呢？怎么可能让她去侮辱您呢？要是知道您来指导工作，我不会有半点怨言的。看来当年万人图抽你这张小白脸还是抽得不够痛，不长记性，装逼装我这儿来了。你说你让我给你女人跪下、啊、二当家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人你也知道，说话口无遮拦，说话狂妄。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堂堂龙门客卿竟然给齐等贤下跪，难道有叶君王真的是齐等贤的徒弟？行了，一个大男人膝盖这么软，哭哭啼啼和个娘们似的。多谢二当家，多谢二当家，这是二当家，我们一起啊敬二当家三杯酒，算是为以前的不敬道歉了。让我给这种废物敬酒道歉，我京都徐家的脸往哪儿搁？我告诉你，道歉绝无可能。二当家，您恕罪啊，我这女人啊她就这德行，要实在不行我替她向您道歉，实在不行我再给您跪一个。干嘛？齐先生，
今天就饶了你，滚吧。哎，谢二当家的，谢二当家的。哎，向总，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是好着的身体，我还能打呢。嗯，你们向氏集团都是废物吗？也对，毕竟我哥可是神秘高手的嫡传弟子，对付你们这些土鸡瓦狗，小菜一碟。阿包，不得对向总无礼，毕竟这向总未来说不定可是你嫂子呢。向总，如果你不希望你向氏集团今天集体缺胳膊少腿的话，就将新世纪那块地皮交给我们虎门集团。利弊无耻，能力不够就硬抢。哎，能抢到也是我们的本事啊。向总，你还等那个废物呢？他就是一座头乌龟，你还等他干什么？向总，你还是乖乖的签字吧。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你个缩头乌龟，你怎么才来啊？白香香给你一个安全部长的职位，向总，把他的安全部部长卸了给我。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小瘪三。哥，他就是上次在徐姐酒吧打我的那个人，一会你给我狠狠出口气。王虎武艺高强，听说他曾拜了一个神秘高手为师，至今从未败露。齐先生，你能不能行？向总，我这人下手是没轻没重的，就是万一要是失手伤了他，希望你不要怪罪我呀。齐先生，还是算了吧。王总，这次的跟头我认栽。等等，向总，你们可以走，但是他得跪下来给我磕头，然后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你们看，我还以为你多有骨气，看到我哥还不是乖乖的认怂。没见过有人伸过脸让人打。你当着我的面把我弟打成这样，是不是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就算你师父了，照样让你跪在地上抽嘴巴子。小子，这小子太能吹牛了，咱们向氏集团早晚被他给陷了。向总，你御下不言，这公司出了这么一个口无遮拦的败类，我这要是一会儿把他打死的话，也只能怪他嘴太脏，为人太嚣张。齐先生，要不还是算了吧，没必要为了我把性命都搭上。别担心，费不了太长时间。那齐部长自寻死路，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再阻拦他。我三岁开始习武，学习八卦掌，28年，精通88-64种变化。除了我师父之外，还是头一回有人在我面前敢这么嚣张说话。八卦掌，我倒可以教教。教我？你配吗？哥，这小崽子还敢打我！一会儿啊，你直接下死手。行，希望你待会儿能撑9点，不要让这场游戏太快结束。我还想慢慢折磨死你。比比那么多，还打不打了？向总，咱还是走吧。他面对王虎这样的如此高手，他还轻敌，这不是找死吗？哎呦我去！这一式可是八卦掌当中最狠辣的一招，液体藏花。这王虎真是一点儿也不给我们齐部长留活路了。这一招，我哥已经得到他师傅7分真传，这小逼崽子必死无疑。看来可以安排人给他收尸喽。啊！你竟然不是他的对手，才一招，王虎就败了，你还差着远着，回去再跟你师父学几年。秦先生，你这么厉害，这家伙只是捡个漏罢了。刚才我跟王虎消耗了王虎的体力，他才有机会。王虎他才败的，他根本就没那么厉害。要是我上的话，我也可以。白痴！新世纪这块地皮完全是靠你才拿下来的，以后这个项目就全权交给你了。别高兴得太早，我已经给我师父打过电话了，他马上就来。不要高兴太早，我已经打电话给我师父了，他马上就到。齐先生，我
我知道你也会些功夫，但你也听到了，王虎的师父是大夏排名第三的武术大师，你应付得了吗？别说第三了，就算他是第一，我也跪地求饶。哎呀，某些人呢，我看了见好就收吧。万一人家师父来了，被打得满地找牙，谁满地还不一定。谁这么不怕死，敢动我的徒弟？你老人家终于来。他的师父竟然是龙门贺青，我看你今天这个装逼犯死不死你。师父，就这小子，这小子欺负你徒弟，又是岳飞。师父，你怎么老有个话打错人了？儿童家又得罪你了，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次表现得不错。谢二当家夸奖，谢二当家夸奖。这个齐等闲没本事，心眼小也就罢了，为什么连时间观念都没有？他就是一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窝囊废，连个工作都没有，也不知道成天在外鬼混什么。阿爷，现在工作可不好找，他一个小地方来的狱警，没本事，心气又高，现在指不定在哪奔波呢。小叔，我回来了。站起来，谁让你做的？平时也就罢了，现在好事你也赶不上趟。邓仙，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啊，我最近在忙着一个新项目。项目？你有什么项目？连个工作都没有的窝囊废，本事没有，吹牛的本事倒是越来越厉害。好了好了，说正事儿。最近项氏集团拿下了一块地皮，张公子和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有关系，所以呢，把大家召集过来，共同商量这件事儿。新世纪项目？他认识新世纪项目的负责人？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会议你压根就没有资格来参加，要不是老乔非要你来参加，根本就来不了，你说话有个屁用。够了，等闲马上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这件事情应该通知他。这婚姻你同意啊？我可没同意。妈，爸说的有道理，让他听听也没坏处。项氏集团这个新项目会腾出一部分来进行外包，这里面的油水可是不少呢。正好我跟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有一点关系。张少，你一直以来对我们乔家都照顾有加，秋梦，多感谢张少啊。真的太谢谢你了，张少。这么客气干啥？咱两个的关系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秋梦，你看张少对你多好呀，也犯不着为一些窝囊废守身如玉。方才你说你认识新世纪项目的负责人，他叫什么名字？他叫赵雷，我们都叫他雷子，是项氏集团安全部部长，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已经答应给我一个2000万的项目。他不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也不会给乔家项目。他给不了我，难道你能给吗？你脑子不好使，但这次能够。窝囊废，你闹够了没有？我说的都是真的。真话啊，你知道新世纪项目有多少价值？整整10亿，你连个工作都找不着的小狱警还要拿他的项目，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我能不能给乔家项目，我自己心里清楚。齐等闲，我知道你自尊心强，但你也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开玩笑。乔梦，如果让项氏集团人知道齐等闲在这个项目上大放厥词，口无遮拦，那……张公子，你不要跟这个废物一般见识。齐等闲，你再不把你的臭嘴闭上，我就让人给你缝上。一个2000万的项目，你就可以跪舔张公子，那我给你1亿的项目，你是不是要跪在我面前？你要是有1亿的项目，我把你当祖宗来供着。好啊，你好好看看。妈，齐胆贤好像真的没有撒谎，这真的是像是集团项目。这合同是假的。什么？怎么可能是假的？这就是项氏集团的项目啊。这上面连项目负责人的签名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真的？好你个齐等闲，因为嫉妒张公子专门弄个假合同来糊弄人。你以为你是项氏集团亲儿子，项总会给你1-2千万的合同？齐等闲，
张公子从来都没有招惹过你，反而处处帮着乔家，你怎么能因为你嫉妒他就三番两次的来整事呢？没签字吗？那我签上不就是。你把我们都当傻子吗？齐等贤，你到底怎么回事啊？等贤，你乔叔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正如你们看到的这样，我就是新项目的负责人，而这一两千万的项目是我给乔家的。齐等贤，你是不是有妄想症啊？先是这一个多亿的合同，然后又说你是什么项目的负责人，你是把我们都当三岁小孩，这么好骗？老乔，你看看你选的这个废物，还没过门就一出接一出的闹事，他们的婚事我坚决不同意。哎呀，早知道我给乔家带来合同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我就不带了。毕竟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呢。我这，哎，可真是当了恶人，惭愧，惭愧呀。乔梦，恭喜你呀，竟然拿下了这么大个项目，你也挺不厚道的，也不提前跟我讲一声。什么项目啊？新世纪开发呀，最大的外包项目啊，向氏集团已经对外公布了，你们乔家拿下了这么大个项目，足足一个亿呢。你们没有拿到项目书吗？收到了，但是被我妈撕了。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可是你们不信啊。等贤啊，我一见你就知道你有出息。你说你才来中海多少天，就堂堂正正的当上了向氏集团项目部的部长，齐家后继有人了。我知道了，这一个多亿的合同是雷子给我的，我当时去求他是亲自去的，加上我们两个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所以他自作主张把两千万的合同给我换成了一个亿。不可能吧，我还是更相信齐等贤。你个忘恩负义的死丫头，你忘了黑龙商会的事是谁解决的是吧？齐等贤一个小地方来的狱警，无权无势，怎么会搭上向氏这样一条大船？可是我相信是齐等贤做的。秋梦啊，你大概是不知道，只有齐等贤这样的大神才能轻轻松松接下向氏集团的项目，不过你自己发现不了，我是不会告诉你。张少，张氏地产马上就要爆雷了，你还不带着钱赶紧跑路，是要等着那些被你坑的人把你大卸八块吗？你在胡说什么？我张氏集团市值二十个亿，怎么可能说倒闭就倒闭？小心我告你诽谤。张少，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的合同在我手上？你不过是一个向氏小员工，雷子知道你是乔家的上门女婿，所以让你把合同带过来。秋梦，你要相信我，我对你怎么样你是知道的，当时我为了你不惜得罪整个黑龙商会。秋梦，我觉得张家公子说的在理，前几天张少不是说还要给你介绍帝都来的大任务吗？在这个年头能掏心掏肺对你好的男人不多了。张公子，我一直很感谢你帮助乔家，但我作为乔氏集团的总裁，我也不是傻子。张少爷别理他们，他们都被齐等贤的疯病给传染了，一个一个的都不正常。我相信你，你们张家地产根基雄厚，怎么可能倒闭呢？秋后的蚂蚱，看你还能蹦几天。等贤，不好了，张少杰把秋梦约出去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有打通。康少，人我已经带来了，您答应我的事儿。你放心，今晚过后，你的钱会被洗得干干净净，然后你就能带着你的钱到国外潇洒快活去。谢谢康少。啊，康少，你放心，这女的绝对干净，还是个厨呢。她那个未婚夫啊，连手都没牵过，保证让您爽翻天。想不到应徐傲雪之邀来中海分一杯羹，竟然能遇到这样的绝色美人。还在这干什么？还不快出去？想跟北少爷一块吗？我马上就走，康少，您慢慢享用。齐等贤，熊猫在哪儿？你再不放开，我找人把你大卸八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不想说，我就永远不放手。我说，再康少放心。
前。这脸蛋儿，这身材，人间极品呐！康少，没事吧？康少，齐等贤，你居然敢打康少！康少可是大夏国前五，帝都康家的三少爷，你现在赶紧跪下磕头认错，兴许还能饶你一条狗命。你本事不小啊，一边蒙蔽秋梦，一边转手卖个好价钱，方便你们张氏集团跑路。康少，这个人就是乔家招的赘婿，名义上是乔秋梦的未婚夫，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狱卒，无权无势，就算是死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知道他，齐等贤，曾经的齐家大少爷，跟女战神玉小龙有过婚约的齐等贤是吗？什么？我没听错吧？这个废物竟然跟女战神玉小龙有过婚约？不要一惊一乍的，他现在跟他爸已经在那个什么破监狱里面当狱警，其实啥都不是。原来如此，我还以为这个窝囊废能跟玉小龙扯上关系，原来早就被踹了呀。像玉小龙这种女神，也就只有康少宁能配得上啊。真不知道玉小龙这种女人怎么值得你们这么崇拜，会有一帮子舔狗呢。齐等贤，你真当自己还是当年的齐家大少爷吗？你给玉小龙舔鞋都不配，更何况是跟我斗。齐等贤，识相的就赶紧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向康少赔罪。康学全是吧，我警告你别再打秋梦的主意，我怕你连帝都都回不去。曾经的齐家大少爷什么都没了，就是这装逼的范儿还在。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刚才打我那只手自己废了，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把你马子的衣服给我脱光，在这旁边好好看着我是怎么让你马子舒服的。康少，你可真是太仁慈太善良了，新奇的，康少给你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还不赶紧跪在地上对康少感激涕零。我倒想听听第二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吗？我就怕你打断你的双腿和双脚，然后随便一句话让你和你爸连监狱长都当不成。等我把那个臭婊子玩完了，再让他乔氏集团破产，再让他和他的家人一块到南洋去当奴隶。这两个选项都不咋地，这还用选吗？齐等贤，要是我肯定乖乖的把乔秋梦扒干净，亲手送给康少。齐等贤，你这个头上长满青青草原的绿毛龟也有今天，曾经不可一世的齐家大少爷竟然今天把马子亲手送给别人，这感觉真的想都想不到呢。他现在还有的选吗？你一不是齐家的大少爷，二呢你也不是玉大人的未婚夫，你现在就只是一个小狱卒，在康少面前当然就只能瑟瑟发抖了呀。秋梦把你当朋友，你却图谋不轨，这是不仁。为了讨好权贵出卖秋梦，这是不义，欺骗乔叔、庞姨，还有他们一众亲戚的资金，不尊老，这是不孝。公司周转不周，不想着盘活公司，还想着歪门邪道卷钱跑路，背叛公司员工，这是不忠。像你这种不忠不义不仁不孝之人，不配跟我说话。齐等贤，你什么意思啊？你打了张少杰就能镇着我了啊？我叫人镇虎，你他妈还嫩了点，你敢动张少杰，你敢动我一根毫毛吗？我不是在吓你，自废一只手我今天饶你不死。你敢动张少杰，你敢动我一根毫毛吗？我不是在吓你，自废一只手我今天饶你不死。齐等贤，你在干什么？放开赵少。
江少，七等贤，我还以为你终于痛改前非，想要改变了，没想到你还出手打人。他就该打。我知道他有些针对你，但他对乔家也算是尽心尽力。他曾经还为了我去对抗黑龙商会，就凭这些，你都不该动他。七等贤，看见了吧？连你老婆都不相信，你说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窗户在那儿，跳下去算了。我看你可怜，我今后也不找你麻烦了啊。七等贤，你别听他们的，我说话是有些重，你别想不开。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自废一只手，我饶你命。乔梦，这位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帝都的大人物康家康少。刚刚我看你有些累了，就把你扶到床上睡一会儿。可是这个姓齐的，明显对我有些误会。他看到我在这儿，不光打了我，还打了康少。齐等贤，你到底要干什么？不是得罪玉大人，就是得罪像康少一样的大人物。他算什么东西？得罪了他，又怎样？小兔崽子，我机会是已经给你了，你要是照我这办，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要是不办，我他妈！既然你不肯动手，那我亲自帮你。康少，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您放心，您受的伤我会出钱帮您治的。道歉？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向我道歉？姓齐的，你废了我一只手，我让你全家，让乔家所有人都陪葬。既然你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是这样的，康家如果追究起来，连我也逃不了责任。康少，什么人不能惹，什么人能惹，你要记住。你他妈果然有种啊！你他妈废了我的左手，还在这儿取笑我！我希望你一直这么硬气下去，不然等我康家人来了，你就软了。那么，这太不好玩了。康少，不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今天这事情，我一五一十的记下来了。你我要是不以百倍偿还，我就不姓康。小兔崽子，你齐爷爷等着你。我说过了，今天的事情24小时之内一定让你们血债血偿。我要让所有乔家人为你偿命。很硬气，我欣赏你，我等着你。稀奇的，有种的，你就不要连累秋梦，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这只王八，再把头伸向我，我就给你剁了。那我要跟他所有有关系的人都得死，我要让所有乔家人都给他陪葬。对，我在这怕遇到些事情。康相荣，康管家，走一趟吧。康管家，康相荣，康少，你真的要叫康大管家过来吗？还要变天了？大人，刚帝都康家放出消息，要处杀齐德贤，灭了乔家满门。我这就过去。大人，为了他得罪康家，是不是不太值得？我单方面毁了婚约，于心有愧，而且。我答应他，帮他摆平三件事，他嘴硬，不好意思说，我就要主动帮大人，这次对上的可是康家的康向荣，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齐等贤对上康家。大人，你不会是喜欢上齐等贤了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喜欢的是像君王大人楚无道那样顶天立地的人物。我就说不要跟齐等贤这个废物扯上什么关系吧，废就算了，还能惹事。不仅惹了黑龙商会的人，还惹了帝都的大人物，
老乔，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呀？齐等贤，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是吗？乔叔、庞爷，还有秋梦，你们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康学全我会摆平的。你摆平？你拿什么来摆平？你他妈只不过是一个狱警而已，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狗东西，也不知报恩，反而还要祸害我们乔家。是康学全对秋梦图谋不轨，我才出手的。你还敢狡辩？康少本来就是张少介绍给秋梦认识的，张少能有什么坏心思？取消婚约，杜绝来往，说不定我们乔家还有喘息的机会。没用的，康少已经放话了，不会放过齐等贤，而且还要让整个乔家赔罪。那个天杀的兔崽子在哪？乔国涛，你们一家给乔家带来灭顶之灾，你知不知道？乔国涛，这件事你准备怎么解？我听说康家的私人飞机已经在中海落地了。乔秋梦，你身为乔氏集团的总裁，闯下这样的大祸，就应该立刻自杀谢罪，好平息康家的怒火。没错，你们全家就应该立刻自杀谢罪，我们带着你们的尸体去机场跪着请求康家人原谅，这样才有条生路。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乔国涛，我到了八辈子没嫁给你。自杀谢罪，未免太夸张了吧。一个康学权值得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吗？我说了，这个事情我自己会解决的。康学权已经从帝都叫来了康家的副总管，你知道康家的副总管是谁吗？是康向荣，破家灭门的康向荣，他专门管康家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凡被他盯上了，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没听说过，哪里来的小人物啊？等贤，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少说两句大话吧，我们大家都要完蛋了。对不起各位，都是我不好。邓仙啊，虽然你给乔家惹下了大祸，但是老七把你托付给我，如果你要想跑的话，那你就跑吧。不行，祸是他惹的，想跑门都没有。妈，连我们家坟头都敢抢。七等贤，准备好迎接你的死期了吗？看来我给你的警告，你是一点都不放在心上。我说过，你这只王八，再敢伸头我就剁了你。还有，你他妈穿着衣服，还跟老子撞衫啊！我希望等我的康大管家过来的时候，你这装逼的劲儿还在。老子今天不让你尝尝死的滋味，老子就不姓康。康家康向荣前来索命。阎王真的来了。康大管家，劳烦您走一趟了。哎，三少爷何必行此大礼，老夫承担不起啊。看来老夫真是多日未出来行走了，竟然有人欺负到我康家少爷的头上。康少爷，这是我们乔家的不对，你有什么话可尽管吩咐。我只想求我们乔家一条活路啊。爸，康少，这些都是我的不对，有什么你就冲着我来好了，我可以承担一切。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可是啊，你这个废物老公他不懂得珍惜呀。原来当初真的是你救了我，不过一切都晚了，我只能下辈子再补偿你了。不是强就是下药，看来你们这些人觉得大碗宽面不好吃，想吃大碗牢饭了是吧？看爹呢，看大胆还不跪下。怎么见了本尊你都不跪？区区准宗师之情，我为何要跪？看来你还真有几分眼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人就是欺负我们三少爷。废齐等贤，你快跪下，你他妈的要害死我们全家是吗？邓贤啊，忍一下，风平浪静，咱不能跟他硬碰硬，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跪下吧。赶紧跪下啊，给本少爷三拜九叩，说不定本少爷开心就把你们其中几个给放了。跪吧，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废物，如果你现在乖乖的跪下，
一会儿朕就给你个痛快。老东西，我看你才是废物吧。齐等贤，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康家的副管家，你这样害死我们齐家呀。乔国涛，你招的好女婿不让我们家破人亡，他不安心啊。要么臣服要么死。别杀我，别杀我，我们臣服，我们臣服。齐等贤，你也别说我康家人欺负不给机会，我现在给你机会，我希望你把握住，不要辜负我们一番好意。康少那么照顾你，还不赶紧跪下。你这该死的，你快跪下呀。没脑子，想的倒挺美，还在嘴硬啊。还是不跪。不跪。嗯。你他妈都是跪呀、啊、你个白眼狼，好狠的心，为了自己的脸面连亲人的死活都不顾吗？你们不也没把我当亲人吗？不是巴不得让我跟秋梦解除婚约吗？行了，我也不想听你们婆婆妈妈了啊！我最后给你次机会，跪是不跪？让我跪，你们还不配。来啊！不要。齐等贤，你这个杂碎啊，你倒是救救我呀。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放了我妈吧。我都把你这个婊子给忘了啊。康少，齐等贤他冒犯了你，也是为了救我。你要是不开心可以发泄在我的身上，不要连累齐等贤和我的家人。我求你了，你放了他们吧。这倒让我很欣赏你了，你比那个不识时务的狗东西强多了。康少，只要你愿意放了他们，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什么都愿意做？齐等贤，听见了吗？什么都可以做。乔乔梦，那好，自己把衣服给我全脱光了，然后像狗一样爬过来。乔梦，你还在等什么？按照康少说的做啊！不要啊，女儿，如果要用女儿来换我的命，我宁可去死。怎么想通了，要跪了？这个婊子还有点用吗？之前那样对你是我不对，你本可以平平淡淡的过完这一生，却因为我卷入了这场是非，现在是该让我偿还的时候。我现在也给你一次机会，把衣服脱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像狗一样围着乔家大宅爬三圈，然后老老实实的向乔家道歉，我就放你吧。还有，你这个管家我不喜欢，让他自废双手，否则我让你出不了乔家。哈哈哈哈，你算什么东西？既然让老子自残双手，想当年我叱咤风云的时候，你还在你娘怀里，是奶呢？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那个齐家大少爷吗？啊，你敢这样跟我们说话，还敢让康管家自断双手，你真是狗子咬月亮，你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老鼠搬木板，你不知道自己有几斤斤两，你在厕所里面荡桨，你找死啊！啊，我只是想给你留条活路而已。哎，乔乔梦，我想睡你是你的荣幸，我康家人说话就是王法，就是律条，要是敢不听那就是知法犯法。确实你就是在找死。我是在找死啊！阎王他敢收我吗？啊，康管家在这儿，你敢动我吗？你敢动他？找死。玉小龙在此，我看谁敢放肆。这小子居然能接下我的霸气拳。玉大人，你怎么来了？玉小龙，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和这个废物撇清关系了吗？大家都别跪着了，现在也不是封建社会，都站起来说话。怎么，我说的话是听不懂是吗？玉将军果然宽宏大量，被等闲挑衅多次，竟然还愿意出手相助。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玉将军，
这好像不符合规矩吧？于小龙，你看他把我弄成这样，你说这件事就算了，这未免太不讲道理了吧？怎么，我需要你教我做事吗？你被打也是活该，这件事情若传扬出去，对康家也不会有什么好名声。我说这件事情到此结束，有谁敢不听？大可以试一试。好，既然是你玉小龙要保这个废物和乔家，那我无话可说。不过如果这个废物再整有的没的，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了他。走。多谢玉将军为我们主持公道。谢过玉大人，要不是玉大人出手相助，乔家这次就完蛋了。经过这次事以后，我们两不相欠，我希望以后我们不要再有什么纠葛。你这个废物竟然和玉将军有关系。邓贤曾是齐家少爷，与玉将军有过一段姻缘。不过乔叔，没什么不能说的，我被退婚了。原来他竟然与玉大人这么优秀的人有过婚约。我跟玉大人差得那么远，他怎么可能看得上我？想不到那个小瘪三竟然是向东琴的人。不过没事，他蹦跶不了几个时辰，我已经让康管家前去截胡了。现在玉小龙跟他也撇清了关系，我看他还拿什么去抵抗。他是小人物，现在眼下最主要的是吃掉向氏集团，不知道这次康少准备了多少资金呢？哎，不用那么麻烦，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把向东琴给向东琴一死，向氏集团不就自然倒了吗？喝酒。啊！神经病，吓死我了！你这个人怎么回事？素质呢？能够接住老夫心意圈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只可惜你动了俺三少爷，所以呢？所以，俺是来要你的狗命的。七子，他是谁啊？京都康家康相荣。他就是灭门绝户的康相荣。玉小龙的面子，那当然是要给的。但是他人已经不在了，你和他也没有任何的瓜葛，所以你今天的这条狗命，哪怕是保不住的。老东西，玉小龙救了你一命，你还不知好歹。给自己找死。狂妄的年轻人咱见得多了，但是像你这样狂妄的俺还真是第一次。七子，咱们还是上车跑路吧。既然玉小龙已经出面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守住你这条贱命，别来挑衅我，不然会死。七等贤，我腿软了，跑都跑不掉了。不得不说你真是够狂的，俺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把俺给弄死。我早就想说了，你这形意拳练了些什么东西，三位一体做得这么差，真不知道你那点名声是谁给你吹出来的。老夫今天要把你的脑袋拧下来给俺三少爷当旧体。完了完了，齐丹姐死定了，我也交代在这里了。没想到他是宗师境，准宗师境而已，还敢在我面前嚣张。你真当我二当家是白叫的吗？幽州监狱里随便找人出来都比你强。这样的狠人大牢你一招就放倒了，这算什么？不过那个康学权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那你要去做什么？明天回乔家，我去会会这个康学权。康管家，事情办成了吧？来，
咱们喝。你怎么来了？你的大管家跟你喝不了七公酒，你让他割我的脑袋，我礼尚往来。啊？至于你，你干什么？给我一个让你活着的理由。我知道你是向东京的人，我虎把向东京约到了云顶天宫的后花园，明天要弄死他。人呢？人啊！人都上哪儿去了？少爷，整个山庄除了我，所有人都被放倒了。冬晴啊，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所以今天只能请你死在这儿了。王虎，你居然想杀我！与其被一个永远得不到的女人牵着鼻子走，倒不如直接毁了她，这样我也能吞并项氏，也能少点损失，多点利益啊。你说你让我陪你看看风景，散散心，我来了，可是你现在居然想让我死。冬晴啊，往下看，看见没，是你自己跳下去呢，还是要我送你下去？王总还真是浪漫啊，为了追我们向总，还请他来后花园散心。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家就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行，我现在给你个机会，把向冬晴推到湖里去喂鱼，我可以留你一命。推你妈呢，脑子有病。上次要不是因为我师父老眼红花打错人，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吗？好不容易捡回条狗命，你还敢嚣张？云顶天宫的后花园里还真这么热闹啊。云顶天宫的后花园这么热闹，玉小龙，这个女人不会又是来找主人道的吧？可真够执着。玉将军，我和徐总是合作伙伴，我今天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帮助龙门还有徐家拿下向氏集团。云顶山庄是个好地方，但向总在这香消玉损，影响我看风景的心情。玉将军的意思我懂，那今天就此作罢，我先告辞。感谢玉将军的救命之恩，我想在这儿看会儿日落的风景。那我就先告辞了，改日再行。齐等闲，你留一下，怎么直面我的勇气都没有吧？什么事？刚才我救了你一命，你难道不想谢谢我吗？要不是你知道，王虎现在早就是一具尸体了。我知道你加入了向家，但我劝你不要做那么幼稚的事情，好好做你的上门女婿。你到底想说什么？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在山顶上，你在山脚下，你不要那么着急的表现你自己，显得很幼稚。真不知道你哪来的优越感，你不会以为我帮助向氏集团是为了针对你吧？我只不过是完成一个承诺罢了。傲雪是我的好朋友，我会帮到底，如果你执迷不悟的话，别怪我不留情面。你人是傲了点，但心眼如海。我提醒你一句，徐傲雪得罪了我，我劝你让他赶紧滚回帝都，别打向氏集团的主意。这么说你是很有自信了？还有你最好不要插手此事，我怕你们玉家亏空了。你要再执迷不悟的话，最后别怨。好啊，那我等着你。我会离开一段时间去玉家集结资产，我倒要看看泰山压卵之后你能做些什么。我倒要看看泰山压卵之下你能做些什么。泰山压卵，我派泰山底下压着个孙大圣，把你泰山给掀飞了。忘了告诉你了，向家这个局帝都康家也入场。康向荣已经死了，如果康协权不想找死的话，他已经夹着尾巴滚回帝都了。向总随便坐。齐先生，你真的是云顶天宫的主人呐、啊、这20亿的别墅你说买就买了。准确的来说，这不是我的，是别人送的。不愧是我哥求助的人。既然我答应你哥，就绝对不会食言。玉小龙已经回帝都去筹备资金了，不仅有京都徐家，还有帝都康家也上场了，最终的决战也要来临了。还有隐藏在背后的龙门四大超级势力，资金雄厚，我向氏集团为了应对他们的围追堵截，需要大量的资金。
谁？二当家呢？你出去的这段时间，可想死我了！二当家呢？你出去的这段时间，可想死我了！别逼逼了，目前我需要一笔资金，从你的小金库里给我打笔钱来。好的，二当家的，100亿美金，够不够？不够我还可以再加。目前够了，表现不错。在接下来3个月，让贪狼多伺候你。好了，谢谢二当家的，谢谢二当家的。什么人出手这么阔绰？前世界首富李金山。是那个消失已久的李金山。七等贤，快点，乔家都乱套了，你赶紧回去一趟。张氏地产父子跑路了，张氏地产爆雷了，乔家所有的钱都打水漂了。爆雷？张氏地产有够倒霉的。我来之前从黄世守那里得到消息，张氏地产杀人澳那块地皮被列为重点开发项目。当初是你跟我们说张氏地产利好的消息，我们前前后后又投了3000万。乔国涛，你还我血汗钱。想不到乔家因祸得福，发了笔横财。你个王八蛋白眼狼，居然还幸灾乐祸了。庞姨，我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当初说张氏集团要卷钱跑路，你猜对了，我们没有听你的。现在亲戚们都上门讨债了，你还幸灾乐祸，还在笑。等贤，当初没听你的都是我们的不对。但是乔叔，我刚才确实是笑了，但是我们真的要发财了。发横财？发什么财？秋梦的总裁地位都快不保了。等贤，我无条件的相信你。是这样的，杀人澳这块地皮是张氏集团用来抵押的主要条件，但他们现在跑路了，所以大部分的地产都在咱们手里，这不是发财了吗？我不知道你给秋梦下了什么迷魂药，可是我发现你的疯病越来越厉害了。新世纪那边的地才叫寸土寸金，杀人澳这样的地他怎么可能发横财呢？我得到一个消息，杀人澳这个地盘将会是重点开发对象，我们一定会发财的。妈，你就信等贤这一回吧。西等贤，你这个狗东西，上次康家那件事儿就把我们几个坑惨了，这次又要坑人是吧？你要真喜欢这块地，送给你当祖坟好了。爱信不信。乔秋梦，你听信张少杰的谗言，坑害亲戚，让亲戚们损失了上千万的财产，你如果不把这个钱还给我们，这事儿没完。我没钱，集团剩的最后一笔钱投给向氏集团做项目了。你要是拿不出这笔钱，你就算到夜总会去卖，你也要给我卖出来。好，你们不就是要钱吗？把你们的合同都拿出来，我要原价收购。一个小小的狱警居然收购我们的合同，真是笑死。你还真把自己当向氏集团的负责人了啊？你要是能拿出来购买我们大家合同的钱，我管你叫爹都行。好，你们说的，把合同全部拿出来，我原价收购。乔国涛，你看你招的好女婿，这都火烧眉毛了，还跟个小丑一样上蹿下跳。哇，竟然真的到账了，足足1000万呢。是是是，我的也到账了。等贤，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刚才好像有人说我拿得出钱，要管我叫爹呀。嗯，哎，这次让张氏地产给坑了，不过没关系，有个傻逼愿意收购我的合同，亏的不是我。你们继续吧，我先走了。邓贤，这笔钱是我欠下的，你不能拿着这笔钱去抵债，我们会想办法的。是啊，总不能每次都叫你来收拾残局。乔叔，杀人澳这块地肯定会升值的，他们不信到时候后悔了，可别指望从我这收回去。刚好我们家里还有3000多万的合同，你这么牛逼，干脆一块收购吧。秀云，是等贤帮我们解决了麻烦，这都亏了多少钱了，你现在还坑他？乔叔，不必客气，用不了多久，杀人澳这块地盘就会很值钱的。哎，你听到了吧？赶紧把所有的项目都拿出来，让他一块收购了。妈，我不同意，我觉得那3000多万的合同一定会像等贤说的那样，
有升值空间的。杀人傲有个屁的升值空间。没事，唐毅，你可以把你那份合同给我。只不过到时候杀人傲这块地盘升值了，你别后悔。你放心好了，我要是后悔的话，我把名字倒过来写。好了。齐等贤，你别以为为了我们家办了点小事儿，我们就会对你感恩戴德。要知道，你距离我们家秋梦的距离还远着呢。等贤，这次真的是多亏了你了。喂，秋梦，刚刚向氏集团打来的电话说要成立中海企业家联盟，还请我们乔氏集团一起赴宴。没想到向东晴这个女人如此有魅力，竟然主动迎亲。你果然不是向氏集团的项目负责人。不管等闲是不是向氏集团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是他帮我们解了围，明天一起和秋梦一起参加宴会吧。没想到向东晴居然硬气了一把，竟然主动出击。真是不知道这向东晴哪里来的自信。我看估计是在硬撑吧，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向氏集团这段时间在我们的打压围堵下已经不堪重负。我们现在能调动的资金有多少？加上玉将军从玉家调来的资金，总共有800多亿。就凭向东晴那点人脉，咱轻轻松松就能捏死他。哎，这康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匆匆忙忙撤出中海，这么大的蛋糕他都不分。我觉得还是让向氏集团知难而退吧，毕竟这么多资金进入市场会波及很多中小型企业。如果向东晴识相的话，就不会成立中海企业家联盟。站住！干什么呢？你好，我是乔家的乔秋梦，收到了向氏集团的邀请，来参加今晚的宴会的。有邀请函吗？我没有，不过是向氏集团的项目负责人邀请我们乔家过来参加的。我就是向氏集团项目负责人。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但是确实是向氏集团邀请我们过来的，您再去核实一下吧。来参加今天宴会的都是中海知名的企业家。你这种小家族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不过怎么了？你要是陪我一晚的话，我倒是考虑放你们进去。你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呀？你个臭婊子，你敢打我是吧？滚！于婉，你怎么这么冲动啊？他可是向氏集团的项目负责人。怕什么呀？一会儿等齐等贤来了，会解决这一切的。说的也是，怎么回事？秋末和齐等贤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怎么关系突飞猛进呀？这个两个女人敢打我，把他们绑到我房间去！把他们绑到我房间去！谁让你们把向氏集团的贵宾给抓起来？是你吗？是我又能怎么样啊？你这个项目负责人的身份怎么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抢了我的功劳才有机会上位，是被你蒙蔽了。给你个机会向我的女人道歉。哼，什么身份啊？还想让我跟他们道歉？哎，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跟着向总七八年的老人会被你这个小逼崽子给比下去吧？没关系，我给你机会，你自己把握不住。我把握你大爷，我告诉你，我不仅会向他们道歉，这俩女人我要定了。如果你还想留口饭吃，我劝你别再嚣张，你就完蛋了。你以为你是向总的表哥呀？等向总来了，一定会开除你的。向总，向总，你被开除了，自己去财务结账走人。向总，我可是辛辛苦苦跟了你这么多年。你为了一个刚来的小白脸，你把我开除了？你还要我说第二遍吗？滚！好嘞。哎，向总，那我回家车上你是滚！
你就是齐部长的未婚妻乔秋梦乔小姐吧？我经常听齐部长提起你，欢迎你来我们的宴会，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体验。好的，谢谢向总。果然北邪没有骗人。行，欢迎各位中海的企业家来参加我们向氏集团的宴会。为了促进中海企业家的发展，我们向氏集团举办了此次宴会，意在成立中海企业家联盟。向总，京都徐家徐傲雪不请自来，向总不会怪罪吧？京都徐家的徐傲雪，她可是商场上有名的女强人。京都来的贵客，我怎么会怪罪呢？我欢迎还来不及呀。中海企业家联盟对中海来讲无疑是件好事，但是这盟主的位置，不知向总你怎么想？王总有何指教啊？当然是我们虎门集团了。我们虎门集团在中海那是数一数二的大集团，除了我们虎门集团谁还有资格？诸位说是不是？是啊。在我看来，向氏集团确实没有资格做盟主的位置，虎门集团才是中海商界当之无愧的魁首。徐傲雪公开支持虎门集团，向氏集团危险了。他还决定不了向氏集团的生死。那依等闲，你的意思是这个盟主的位置非向氏集团莫属？盟主的位置当然是有能者居之，我向氏集团有信心做这个领头羊。既然向总非要做这个联盟盟主，我徐家也不想和向总争。京都徐家、玉家、龙门集团及其属下虎门集团共筹集800亿资金，即日起在中海成立企业家联盟，扶持中海企业发展。哎呀，我看在座的诸位还是抓紧时间离开这个地方吧，谁要是加入这向氏集团的联盟，那就是摆明与我们对敌呀。这两家分明是要打擂台了呀。向氏集团不过上市百亿，这徐小姐就算是拿钱砸也能砸死向氏集团呢。这样下去，向氏集团岂不是要被当成小鱼吃掉了？谁吃谁还不一定。向总，我突然想起公司还有事未处理，就先告辞了啊。向总，我老婆快生了，我要马上赶去医院。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能少得了我赵黑龙啊？我代表黑龙商会向向氏集团注资100亿。小黑龙，你确定要跟玉将军作对吗？我哪敢得罪玉将军啊！我的100亿是给二当家一个面子。二当家，二当家，见过二当家。赵黑龙对玉将军尊敬，难道当初也是看在他的份上才放过乔家的？齐等闲，这就是你的底牌？知道你有点能力，不过在我这里还不够，区区100亿就想拯救向氏集团？黑龙商会想唬住我们呀？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虎门集团背后站着的可是龙门呢？向东晴，你要没有其他底牌的话，我可就吃定了。赵会长前来助我完全是意外之喜，我的底牌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他。我代表我个人向向氏集团注资100亿美金。这牛皮吹的可是震天响，100亿还是美金，我也会吹牛皮啊！我向向氏集团注资10000亿美金，行不行？网上能查得到的呀，真的有人给向氏集团注资了100亿美金呢。就算这样也不过和我们将将齐平而已，我们背后的势力可不单单是一个向氏集团能比的。这么有意思的事情怎么能没有我们预计？齐等闲，你能弄到100亿美金的确让我很惊讶，不过也仅此而已。
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都不配做我玉小龙的男人。你依然还是这么不要脸。放心，我们玉家不会出一分钱。我玉小龙以个人名义支持虎门集团。他可是华国最年轻的将星玉小龙啊，哪怕在世界上都拥有一席之地。他竟然支持虎门集团，他可是华国炙手可热的新一代人，在现场的谁还可以忤逆他？有等闲在，我们不可能输。齐等闲，你看到了吧，你永远都配不上我。就算你筹到100亿又能怎么样，我依然看不上你。背景是我寻思，我这幽都监狱里的二当家也还不差吧。参见二当家。杀神代表杀神组织给向氏集团注资100亿美金，贪狼代表贪狼组织注资100亿，我屠夫个人出资100亿美金。我的钱就是二当家的钱，二当家你报个数就行。这就是世界杀手之王杀神，世界雇佣兵之王贪狼，还有万人屠和登顶过世界首富的李金山。重新介绍一下，我叫齐等闲，是幽都监狱里的二当家，他们呢是我的犯人，我今天心情不错，就让他们出来放放风。怎样啊玉大人，比背景我还可以吗？区区几个囚犯我还不放在眼里，你不过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小狱警罢了。那我呢？师父，请受徒儿一拜。起来吧。是楚道的师父？怎么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不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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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仙，你真厉害，我爱死你了。